品不符。要不是七八年前重伤未愈，要不是今日在逆子那里伤了元气，绝不会败给你。夜华，这就是你败了。夜华丢了这么多修为，竟然还赢得过青苍。你站一下，你站一下。
我带你去找师傅，师傅一定会有办法的。燕花，燕花，你不要死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不要死，不要死！你要是死了，我去去趟遮掩，要那种药水，我就怕了你，我会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好，我再也不要想起你了，听到没？